嗱，我不嬲嚟到咧就有禮物送嘅，我就唔知道你哋係依家係好先進，上網登記登記埋，但你嘅職員應該提我哋啊嘛，係咪啊？一位小姐，其實咧，我哋有啲唔同嘅咧，咁咧，我哋其實估唔到你會有啲咩需要。你咁頭先同我哋搞啦，係朋友宣傳朋友咁啊嚟，咁我哋嘅目的咧，根本係以前嗱，講以前一嚟到咧就喺門口咧就派禮物嘅。我唔講到你有少少誤解，唔緊要，你當時投訴站嘅職員可以講俾我哋聽噶嘛。要即時要登記嘅話，因為我哋係訂咗嘛，訂咗位啊嘛，訂咗位係咪入嚟啊？呢位小姐入嚟係咪即係有嘅咯？唔係，唔啱啊又。你攞咗嗰個咧，你攞咗個唔係唔完整嘅問題。10月3日啊，星期一嘅依一個嘅鱷魚潭啊。大家啱啱睇到依一個嘅片段，見到兩個阿姐喺度劍拔弩張，係嘛？唇槍舌劍喺度嚇咿咿哇哇，好不和氣。究竟係發生啲乜撚嘢事呢？聰明嘅網友一睇個背景就發覺咧，即係依度應該就係依一個嘅沙田嘅馬場啊。咁啊，沙田嘅馬場應該係贏錢拎錢醜嘅依一個嘅地方啊。見撚到你兩個殘雞阿姐係嘛？冚家產財神見撚到你都屌你老尾喺屌路走啊！佢發生緊啲乜撚嘢事呢？係嘛？咁啊嚇，啱啱至過撚完依一個嘅中共嘅依一個嘅國慶，係嘛？冚家產啊，70+幾年仲未屌你老尾奶焦，應該好撚慶幸㗎啦，好鳩高興嘅。點解大家喺度屌你老尾閪？你喐我，我喐你，爭啲嚇想喐開妥咁撚滯嘅咧？咁啊，即係當然啦，即係依啲咁嘅畫面，中共嘅領導人啊，最唔撚想見撚到噶啦。中共嘅領導人最撚想我哋香港一團和氣係嘛？由亂必治，由治及興係嘛？依一個嘅含撚致遠係嘛？最撚興見撚到我哋嘅面嘅依一個嘅和諧同埋社會一團和氣。咁啊，究竟發生啲乜鳩嘢係嘛？應該贏錢開心嘅地方，搞撚到係嘛？殺你騰騰啊！屌你諗咩魚媽蟹啊！屌你諗咩金錢葫蘆雞通天飛咧？咁大家都知撚到啦。咁啊，今個星期六啊，依一個嘅沙田嘅賽馬日啊，11國慶嘅依一個嘅賽馬嘅賽事，咁啊沙田嘅依一個嘅啊賽馬嘅啊馬會嘅呢啲嘅人員，當然就希望賺撚到個場咧，就係屌呢個咩水泄不通，車水馬龍係嘛，好撚多人流，咁啊再次創出依一個嘅投注額嘅依一個嘅新紀錄，咁至威噶嘛，屌你老尾太平盛世。歌舞升平，共產黨應承過香港人嘅馬照跑，舞照跳，50你老母閪年不變係嘛？屌你個咩閪，冚家產走緊咗20多年啊！冚家產冇人入馬會賭馬，投注額又創新低，咁咪肉鳩酸！屌你老尾點撚樣交差啊？咁啊當然馬會就諗撚咗好撚多個方法，希望就刺激啊呢個馬迷咧就係入場。我話鳩知你啊，屌你老尾 ，Big Spender 又或者係屌總理嗰啲係嘛？冚家產落啊，注呢一個嘅投注額，屌啊冚家產個彩池都要喐幾喐嘅，又或者係屌你老尾喺我話鳩知你冚家產老千啦、啊，賭客啦、啊，啊自破馬會標榜啦、啊，乜嘢都好啦。總之唔怕你精，唔怕你呆，至鳩怕你唔撚來啫，係嘛？咁啊最緊要就係多啲人咧就入場嘅賭馬。咁啊有見及此咧，咁啊馬會一早咧就已經咧就係、是、啊希望啊，所有一啲嘅啊場外投注嘅客咧，今個依一個嘅11咧，都入去依一個嘅馬場裏面咧，就係賭馬嘅。對我老友屌總理西瓜頭咧，作為一個嘅馬會嘅電話投注嘅依一個嘅用戶咧，佢同佢老豆啊太上皇咧，早一個星期前咧就已經收到一啲嘅 message 啊，同埋咧就係發咗一個嘅電子嘅邀請函。咁希望佢哋咧可以喺11國慶嘅時候咧入去一個嘅沙田咧就係入場跑馬，仲要係免費嘅添。咁如果你入場跑馬嘅咧，只要你做出一個嘅登記咧，仲會送出你一個嘅時尚嘅一個嘅萬用袋，屌你老尾閪啊，俾你袋錢走咁樣講。時尚萬用袋睇嚟睇去都係屌你老尾啊！屌總理西瓜頭成日孭喺個背脊嗰個嘅屌你老尾，好似背囊嘅書包嚟嘅啫，係嘛？咁啊，即係咩撚嘢時尚萬用袋啫？我話知你講鳩佢依一個嘅冚家產萬能合用嘅依一個嘅儲備袋又好，又或者依一個嘅千變啊，係依一個嘅冚家產多用途嘅依一個袋又好，到尾之後屌你老尾係 direct 嘅依一個嘅 perception。
都是你老尾书包一个，入马场派书包冚家产，真系讲真，边捻个柒碌咁捻好老礼，屌谂条咁捻 billion 嘅一个嘅 idea 出嚟嘅，咁啊当然系马会里边一啲嘅 marketing 嗰啲嘅捻屌啦。如果老我冇讲错嘅，一捻定系马会里边嗰啲嘅捻屌干蒸污民，唔捻食人间烟火，屌你老尾放工就去屌你老尾臭鬼啊冚家产食羊肠系嘛，同啲鬼头啊咿咿泣泣。民间里面嘅智慧啊，民间里面嘅罩嘅嘢，佢识条捻咩？系嘛？咁啊，肯谂定咧，就系屌你老尾有啲嘅戆鸠嘅呢个 marketing 嘅呢个婆娘谂出嚟一个嘅屌你老尾戆捻鸠嘅呢个 idea 啦。此一个 idea 一出，当然一众马迷就已经喺即七日之前收到呢一个嘅信息，就屌你嘅老母啦，系嘛？搞捻错啊，个唔捻老礼，冚家产入马场睇马派书包，你只系就鸠我，屌你老尾冚家产输剩条底裤啫，咁捻样下次个，不如你下次送一个冚家产远自日本出产嘅呢一个嘅坚固，即系吓呢一个嘅银杏，再讲得再白啲就系八白果，系嘛？下一次屌你老尾送呢一个嘅换领券，凭换领券入马场睇马，送你一个嘅盐焗白果俾大家食。好温好啊！屌你老尾閪，再唔撚係啊！再同一啲嘅糖水寶 cross over， 送你老尾閪冚家產白果腐竹糖水加撚隻雞蛋零雞蛋都温好啊！哇！呢個冚家產都唔撚用腦嘅一種嘅 marketing， 唉，由此可見，你又知撚到香港嘅呢啲嘅人才江河日下嚇冚家產，屌你老尾閪，香港嘅人才就正如老屋嘅銀包一撚樣。江郎才鸠尽啦，系嘛？即系冇谂晒，屌你老尾醒目嘅人，咁谂简单嘅 marketing 嘅呢啲嘅忌讳罩忌嘢，以前老屋仲系喺呢一个个行业啊、广告里边啊，冚家产，你够谂胆喺 brainstorming 同啲大佬讲啲咁嘅屌你老尾 marketing gimmick 出嚟，你个冚家产即刻出去，冇嘢啦，出去写完封辞职信，听日唔谂使翻工啦。啊，边个边个去会计部，屌你老尾閪，开埋粮讲佢走啦，咁谂戆鸠嘅人，屌你老尾，连通识都唔够识，屌你老尾閪，你嚟做创作做 marketing， 屌你老尾执包袱啊四婆，系嘛？肯谂定咁捻样嘅情况，今时今日谂呢条桥嘅戆鸠吓，屌你个老尾閪 ，endorse 呢条桥笨柒，拍板通过嗰啲嘅捻屌高层竟然唔够多个，你就知捻得到。作为香港最大嘅呢一个嘅雇主，呢、这、一个香港赛马会，你竟然啊，连呢一个英国人留低俾香港嘅一个嘅宝贵啊，划清我哋同中国人唔捻同啊？点解？因为英国人发明赛马，香港人中意赛马。大陸人屌你老尾閪冚家產識條撚馬咩？係嘛？依啲就係劃清楚我哋香港人嘅文化傳承，香港人嘅 identity 嘅嘢。作為馬會，你竟然都屌你個老尾閪搞依個傳承都搞到一隻撇屎咁樣樣，再唔撚好講啊！近排真係唔撚知馬會裏面屌你老尾香港派出嗰啲嘅賽馬，同依啲嘅國際賽事有冇機會訓練咗啲嘅 top notch 嗰啲嘅勁抽嘅馬出嚟咧？就屌你老尾閪冚家產捧下杯幫香港吐氣揚名啊！自家嘅依一個嘅冚家產沙田嘅馬會搞依個咁嘅撚屌 gimmick 都咁撚甩碌。好啦，俾人屌老母，屌撚到冚家產，屌你老尾閪頭搖右尾擺，卒之唉依啲嘅戇鳩高層可能就會發現得到，哎呀撲街啦，今次踩招添，出撚咗事啊，俾馬圍狂屌老母，咁啊點知咧失驚唔撚覺意，就喺依一個嘅當啲馬迷登記咗入場，又要登記埋攞禮物嘅時候。入撚到場，冚家產問佢哋攞依一個嘅書包，嗱呢度又要講一講啦。香港啲人咧就真係好撚賤嘅，明知派個書包唔撚露禮，屌人老母屌撚咗七次，入撚到場你仲好撚屌你老尾厚面皮咁樣叫馬會俾個書包你嘅，唉真係做人冇骨氣如痴，聞到就唔撚怪得知我哋香港搞乜都爭取唔夠到啦，爭取收皮就屌你老尾就非常之咁鳩容易，呢啲咁嘅黑衣赌仔入撚到去馬會之後，竟然口硬無恥問馬會嘅人攞書包，咁又冇撚計㗎，屌你老尾閪，人哋就話冇書包派，咁冇書包派啲人就以為一個唔覺意係派鳩曬啊，以為自己屌你老尾肉面向魚，或者屌你老尾冚家產，下一次就屌你老尾攞嘢就趁早啦，去到馬會冇撚曬，只怪自己圓坑一面行遲半步，殊不知 final 咗，原來馬會係突然之間 cancel 咗唔鳩派。
派，原来就是被人屌得太紧要的时候决定不够派书包，那一众的这些的马迷咪冚家产兴捻过辣天，那真的讲真在一个的国庆日就普天同庆，大家高兴兴捻到就屌你老尾就出火屎。咁而头先我哋见捻到係咪拆呢一个局其实就真係唔捻难。当你马会嘅高层或者 marketing 嘅或者呢礼品部拍捻咗版决定要取消唔够派书包，你早啲通知屌你老尾前线嘅人员啦。前线嘅人员又柒捻懵懵食甜筒，唔够知捻得到，俾啲阿姐呀乞衣阿叔呀屌你老尾戳你两嘢，就戳捻到屌你老尾喺冚家产面红又耳热。冇撚晒老皮，又唔撚知道上層俾呢一個咁嘅撚屌 decision 就突然之間拍撚咗落嚟。好啦，咁啊屌你個尾係預撚咗俾人屌，你都要諗定個 contingency plan， 俾啲前線嘅屌你個尾嘅職員浪一浪啲乞衣客，屌你浪一浪啲貪得無厭嘅香港馬迷啊！你又唔撚派翻啲乜撚嘢消費券啊？冚家產即係請佢冚家產食白果又好，請佢食腐竹糖水又好，係嘛？冚家產你都俾啲甜頭佢哋打發鳩佢班撚樣走，咪搞撚掂咯嚇？又唔撚識到，所以就喺依一個個門口僵持不下。點解啊？你哋又唔撚派依一個嘅書包，話撚咗派啊，竟然又唔派。原來你又屌你有咩決定啊？臨時又唔撚得派，咁你即係想點撚樣？為撚有啲嘅雞毛蒜皮嘅事，咁啊而家就依啲嘅片就喺個網絡上面瘋。对马会来讲真是手忍过油刑，为什么？因为早一排大家都未勾笑勾完他，唉，真是冚家产，冇忍咗 common sense， 原来一啲都唔忍 common。在马会一个嘅机构里面接二连三出现一啲嘅贼事，在一个嘅七一回归咁啊搞啲嘅宣传，知谂到你香港人若勾字文字唔捻识表达，屌你一定要揾图像，系咁意中意画啲咁嘅捻屌公仔，咁啊冇捻办法噶，即系老公仔哥仔，屌你老尾老婆仔，大家就最捻中意就屌你老尾捻个人仔，系嘛？见捻到呢啲嘅人形啊 ，cute icon 啊，大家就屌你老尾系可以低能仔咁样，就好捻有呢一个嘅 eye catching 嘅呢一个嘅 gimmick 啦。咁喺 marketing 里边就最捻中意就玩公仔，今次佢就玩咗乜捻嘢嘅龙马。点知屌你个咩閪？对人嚟讲，龙嘅呢一个嘅象征梗系有角啦、有鳞啦，屌你哋咪有呢一个嘅飞翼啦，又或者系会喷火啊！冚家铲佢整一只四脚爬爬个头，屌你老母生紧只对角出嚟，系人都知四脚爬爬，屌你老尾閪啡色嘅，有只角嘅乜捻嘢啊？系梗系鹿啦！屌你唔肯通系冚家铲系牛咩？系嘛牛都有嘅可能嘅，咁啊俾人哋烧柒佢，有乜捻嘢呢一个嘅冚家铲系嘛小龙马就变捻咗指鹿为马。在香港今时今日里面，只要我们打开个电视机定时定候啊，星期二啊行会会议之前啊，见撚到屌你老尾閪啊李家超啊，又或者叶柳啊屎忽痕啊走出来讲两句啊，冚家铲陈国基啊夹埋一个嘅大饼强啊，再见埋一众嗰啲嘅屌你老尾助纣为虐，抌低本科学书不顾帮中共讲大话嘅屌你老尾一众嘅专家，依班埋冚家铲全鸠部都系指鹿为马咯。哇，马会你真系唔撚识屌你老尾，喺今时今日里面有一个嘅忌讳呢两个字，一个唔觉意马会高层中撚咗国安法，煽动人民系嘛仇恨政府，又或者就屌你老尾创造一啲嘅 icon 出嚟，就屌你老尾对呢一个嘅政府不见系嘛。哇，你啲咁嘅马会系嘛前朝港英遗落嚟嘅殖民地嘅玩意，里面仲有咁多交层喺呢啲嘅外籍人，你哋系咪勾结外国势力？系嘛，即系呢一个嘅挑动呢一个嘅本土嘅呢一个嘅族群矛盾咧，系嘛？你今时今日如果知捻得到噶啦，冚家铲系吹下口琴都屌你老尾閪犯国安法咁捻滞，你画只马然后变捻咗鹿，公然笑鸠屌你老尾指鹿为马咁捻大不为嘅事件，你都够捻胆做，咁啊闹出呢一个嘅关公大灾难。点知呢个关公大灾难搞捻完冇几耐，又嚟呢一个嘅派书包事件，仲要派书包入派啊，唔捻派啊，搞捻咗一头烟出嚟俾人哋笑捻到你老尾閪。由此可见，真系吓、啊，好似我头先所咁样样讲，好捻明显，真啲中流砥柱，好捻叻仔，又或者喺过往里面喺呢一方面好捻有经验嘅人，肯捻定睬你四婆，你香港屌你老尾閪，话捻知你沉捻到屌你老尾维多利亚港嘅呢一个个海底啊，得捻闲理你啊，屌你洁身自爱，唔捻同你班柒碌吓躺埋同一趟嘅浑水，
走得快就屌你个咩閪好世界系嘛？就呢一个嘅舞鞋玩劇走啊！哎，讲喺舞鞋玩劇走，下次喺呢一个嘅马会送 gimmick， 不如送对劇啊！屌你个咩閪冚家铲，等你班捻样输捻到只得只劇咁捻样走，屌你乜鸠几捻过瘾啊！反正屌你送乜鸠嗰啲咁捻样，屌捻完你之后都吓甘之如饴嗱，立捻咗就屌你个咩有礼物就走佬就好上路咁捻样嘅情况系嘛？咁啊，梗系啦，怀疑吓，我就个人认为，梗系啲叻嘅高层啊，又话啲醒目嘅做嘢嘅中流砥柱啊，全部走鸠晒，跟捻住咧就整捻咗啲新生代上嚟，唔知谂埋啲咁嘅戆鸠桥，再加上一啲屌你咩喺高层里边，而家系人不吃人间烟火，离捻晒地嘅坚离地嘅呢啲嘅冚家铲嘅呢啲戆鸠人，完全就睇唔捻到呢啲嘅问题。嗱，香港就可以睇马会呢一件嘅事里边咧，见微知著啊，马会嘅一个咁嘅捻屌国庆搞翻到大家好捻庆嘅 campaign。就可以見撚得到，由策劃去 approve 去到執行，屌你咩，再去到呢一個嘅撞正 crisis management 裏面，全鳩部都係唔撚識去解決，全鳩部都係睇撚住架車，見撚到原來衝鳩咗撚住落海，勁跟撚住崩 L 爆炸咁撚樣，屌你咩雲歸天國。情況就真係好撚似我哋嘅而家香港咁撚樣，睇撚住香港俾班傻仔白痴揸撚住架屌你個咩毀滅號列車踩撚行 turbo 勇往直前，屌你個咩閪冚家產，大家咪撚住隻眼，相信前面有條美好大道，相信前面就勇往呢一個嘅美好嘅明天，殊不知前面係一個嘅懸崖，然後跟撚住所有嘅乘客都柒撚懵懵食甜筒，昂撚鳩鳩搖撚住支番茄炒蛋旗，發緊大腳佢冚家產嘅呢一個嘅中國夢，而家班車裏面啲門啊，俾好撚多嘅日乘客啊叫緊走去啊，立撚住行李就沿途就跳車，咁但係啊調翻翻轉，睇撚落到地下嘅時候，跌佢唔撚死，就見撚住架車噓一聲咁樣喺懸崖落邊飛墮下去，跟住爆炸。咁啊馬會嘅呢一個嘅情況，同而家嘅香港，咪話我老婆把口衰啊，真係一文無一撚樣啊！唔撚信啊！你睇下啱啱琴日啊，十月啊二號啊，屌你！到尾喺赌一场嘅马，冚家铲啱啱先前一日至肉鸠酸，跟捻住佢又转播啲乜捻嘢嘅国际嘅呢一个嘅赛事，播放日本嘅七场嘅呢一个嘅马，咁啊屌总理西瓜头一睇捻到呢单新闻，又即刻就狂屌老母啦！因为点解啊？因为呢一个嘅海外赛第六场啊，呢一个嘅一级啊，呢一个嘅啊。一級賽啊，依一個嘅得獎馬嘅依一個嘅錦短程馬嘅依一個嘅錦標嚇，一級短程馬嘅依一個錦標咧，原本咧就係接受依一個嘅二重台同埋單 T 嘅依一個嘅合拼賽池啊，點知跑撚完之後，竟然就屌你老尾一啲嘅低級嘅人為錯誤啊！將三重彩同埋二呢一個嘅單 T 合拼，說好了唔係二重彩同埋單 T 合拼嘅咩？變撚咗三重彩同埋單 T 合拼，大家嘅佣金唔撚同，抽税又唔撚同，派彩又唔撚同，卒之搞撚到嘅啊！如果你買撚咗呢啲什麼嘅三重彩啊、二重彩啊，同埋單 T 嘅呢啲嘅投注啊，咁啊唔夠該你啊！真係即刻全數嘅，如果你輸鳩咗嘅咧，都冇撚所謂啊！全數退票。咁但係如果你派撚咗彩，發覺你嘅彩池同你如果應該要收嘅呢個彩金唔撚一樣呢，就唔夠該你嘅各位嘅馬迷。你喺呢一個 Apps 買嘅呢，就要搞返清楚，睇下網上面點樣去過返錢俾你呀。你屌你老尾，如果喺投注站派彩嘅呢，就屌你老尾，唔該係走返返去投注站再重新要屌你老尾係攞返呢一個嘅 difference 啦。喂，咁你要尾係啱啱賠完錢，然後張張單抌撚咗，咁咪點會？哦，我 I'm sorry， 閣下治理啦。咁你可以見撚得到啊，一場嘅賽事無啦啦整突啦，咁撚簡單嘅嘢都可以搞撚到人為錯誤。咁啊，即係馬會都係如斯係咁撚樣。曾幾何時，大家都可以知撚到喺馬會裏邊盡是精英嚇，屌你個尾係冇撚可能有啲咁嘅低級錯誤係出現咗。但係今日接二連三係嘛，即係都出現啲咁撚戇鳩嘅同埋低端嘅呢啲嘅錯誤。馬會如是，其他嘅香港嘅各大機構、私營機構就屌你老尾係點撚樣可以離得開呢一個嘅宿命，離一開呢一個嘅冚家產嘅屌你老尾嘅方程式咧，注定一沉八踩，一錯再錯，啊、接二連三、啊、即係我哋都見撚到有好撚多嘅麻煩鑊氣嘢跟撚住咁撚樣嚟，唔撚係我想唱衰香港，而係話俾大家聽。根本香港已經走撚咗上一條注定要衝落山嘅呢一個嘅猛鬼列車嘅上面，
要走嘅叻仔就一早走鸠晒，或者系中楼底处顶捻住个鸡头嘅人，亦都系急速屌呢到尾系凭你麦箱掹插苏走人，剩低落嚟嘅就系柒捻懵懵，好似屌你老尾閪冚家铲嗰啲嘅傻佬啊，笑鸠啲公务员唔捻长进嗰啲嘅 free rider 些捻样，唔捻洞悉世情，又或者系无能为力，见捻住一众嘅冚家铲狗官啊戆鸠嘅人咧，就系把持紧整个香港嘅呢一个嘅命脉，香港就焉能不死咧？奈何不能作反抗，唯有就屌你老尾閪扣上安全带，希望着地嘅时候呢一个列车唔会俾大家带嚟一个嘅硬着陆，死于非命嘅啫。各位 MHK 的观众注意啦，由2022年1月1号起，鳄鱼潭只会上传到 MHK.TV 的网站和 Patreon， 只供会员收看，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的影片。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鳄鱼潭的，可以去下列 MHK.TV 的网站付费，和到 Patreon 注册会员。